欢迎收睇《坚亮点》，我是盛亮。又到年底，梗系好多节日噶啦。其实最重要的日子，莫过于系12月10日嘅区议会选举。今次是重塑区议会之后第一次的区议会选举，所以意义重大。大家记住在12月10日快啲去投票啦，选出你心水的贤能。社会各界人士都呼吁大家嚟投票。1210，我哋大家齐投票。1210，我哋大家齐投票。社区更美好，需要你一票。12月10日，约定大家一起来投票。12月10日，一定要出来投票啊！无论你是青年人、妇女定是在职人士，只要你是选民，就一定要出来投票啦！12月10日是投票日，呼吁各位朋友出来投票。今次是完善选举制度、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第一场区议会选举，因此意义重大，所以12月10日记得出来投票，共建美好社区，你的一票很重要。1210，尽公民责任，记得去投票啦！12月10日就是投票日啦，记得去投票啊！你一票，你一票，我一票，仲有你嗰一票啊！12月10日，记得去投票啦！12月10日记得投票啦！